Timmy. 我在，你说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是早上5:30。今天的温度是多少？今天浦东新区17度到24度，阴转多云。你。咻，好了，那我现在准备出门啦。今天是新生的开学典礼，然后我是早上去上课。喵喵，嘿，喵喵。38块，是吗？有了。